哎呀，终于到这个拉万的市区了。看海那边呢，左手边有大型的轮船。骑了40多公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到50公里。大曼阿万，丹中布伦。你看，没有什么人呢，车都很少，很适合骑脚踏车。右手边呢，远处可以看到 Financial Park，靠近的可以看到钟楼，是什么我忘记了，你们自己去谷歌。再来，左手边呢，是那个西坝，哎呦，旅游中心啊。OK，继续踩。差不多啊，要绕完了整个岛。环岛了这样远，终于有个脚车到了。啊，既然有脚车到，骑一下啦，不要一直在马路上这样骑，怎样都是比较危险的嘛。看到吗？有脚车的，印在地上。可是前面好像有垃圾呀，垃圾袋顶住。右手边呢，就是 Financial Park，但是现在不是要去 Financial Park，现在环岛，剩下一点了，环完它。终于骑到拉万市中心的。喷泉，可是停工哦，又喷水哦，无所谓啦。我又不是要看喷泉，我是要完成我环岛。看看市区，还是有很多店面没有开，因为今天是开斋节的第三天，啊，休息还不够啊。市区啊，交通比较多，危险。到了拉布万的国际码头，从这个 Terminal Ferry Antara Bangsa 拉布万呢，可以去沙巴，可以去汶莱。我是一城啊，那这间有一间公司叫大城。拉布万呢是一个沿海的市区啊，那。既然在海边没有理由没有渔船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左手边的渔船是在躲。那嗅到呢，咸咸的海水味。啊，这里就是很旧很旧的市中心啊。那巴萨也没有再用了，全部搬去那个巴萨 Central 了，这旧巴萨没用了。旧市区看看一下啦。哇，实在热！现在是9点45分，看渔船，那很多灯呢，应该是抓那个手动的。那和海的对岸呢，有很多高脚屋、水上屋啊，有啊，甘蹦八刀八刀啊，甘蹦爱八刀八刀。前面呢，就是 UDC，UDC 当然是城市什么计划不懂啊，转型计划啊，这有一个桥一过，叫我不要骑这样子。哇，很摇啊，这个桥。那 GPS 已经傻了，哎，怎么我会过这样的地方？不管，没有力啊，走 shortcut。OK，这边有巴士站，有巴萨，有 UDC。
的左后面呢是 UDC， 那以前呢是这样哦，海水的，是填海出来的地方了，啊，现在就有建筑物了。然后前面呢有水上屋，不懂啊，拍到吗？隐隐约约，啊，水上屋。那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呢就是小船。有一次我们还特地要坐船去绕一圈就回来，见识一下。甘崩八刀八刀路，哎，这种甘崩呢是在海上面的。拉不完就怕，不小心要跌下海。看看就好，哎，这人家的甘崩啊，不该乱进啊，不敢进，啊，进了出不来，那路太乱了。看看啦、啊。哦，这里的朋友叫我骑进去哦，他说不用怕的啦，不懂就问人啊，里面都是好人来的，就敢来了。哇，很有压力哦。太刺激了，这个木桥，天哪，哇、哦，心跳很快。好，这个洋灰桥应该比较稳了。哎呀，它转过来了。老八哥。啊，这样简单啊，一进一出完了，不要走旁门左道。哎呀，这个洋灰路稳得多了。我要上岸了，要上岸了。哎呦，是坐洋灰路桥啊，你坐斜斜的嘛，排水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有人来啊，我闪一点，我就跌下海。阿基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好，继续我的环岛。好了，前面就是拉米的南端啊，是拉丹拉万啊。哎，两边大腿都要抽筋啊！其实刚才拍照的时候停下来就抽筋了一次啊。好，走到前面呢，就是环岛就结束了。完成了不结束，因为要回到家才结束。完成环岛，然后继续骑回家。好，来努力。看到前面 Petronas Chemical， 啊，这个就是尾端了啦。哇，啊，这个左手边有个招牌“死路”。啊，环岛了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啊，骑回家，成功！哇，看一下，到底骑了几公里？哎，56公里啊，环岛。56公里，早上呢，我
我是往左边转啊，绕一圈。啊，现在接回去了，一圈了啊。环岛成功，现在回家还剩几公里吧？那脚啊，隐隐作痛啊，要抽筋，要抽筋这样。好，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啊。如果是看360度的，请开最高1080的解析度，不然是不好看的。拜拜。